喂，喂，是梅一朵师姐吗？你好，我是许梦安。李林的太太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哦，许梦安，嗨嗨，好久不见。哎，我上次回国的时候见到李林了，我们还聊起你了呢。谢谢啊。是这样。有个事情。我想麻烦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李林失业了。李林失业了？怎么会？就挺突然的。上次他去北京找你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想求你帮忙，但是可能是因为老同学，就没好意思开口。我是想说，我想替他问问你，有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介绍给他。难怪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有些奇怪。他似乎好像拐弯抹角的跟我说，想突破一下现在的工作。我当时还劝他要等待最好的时机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找工作的事情就比较紧迫了。哎，是，我想麻烦你，有没有你们原来的专业，能够让他参与啊，或者是介绍。如果要是没有的话，其他的也行。反正这个事儿就，我也不知道该找谁帮忙，就想请你帮帮他。你放心，这个忙我一定帮。谢谢啊。我给你打电话的事儿能不跟李林说吗？好。好，谢谢。醒了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想吃碗你煮的馄饨。啊，爸给做些啊。
为什么我跟欣欣的房间里边永远只有一个鸡蛋，我妈的就有两个呀？因为你妈生了俩姑娘。我好了，好了就回去吧。一会儿还得送孩子上学呢，要不你妈该醒了。回吧。总监，特别刀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得走了。我们会成功的吧？我们已经很努力了。很多事情不是你努力了就会成功的。他们说，不努力就一定不会成功。我妈也说，一定不要放弃任何一个需要努力的机会。但我还是想尽力，我还是想努力的让咱们这个家有安全，有奔头。这个家不能够只靠你一个人。走，于总，都敬业的呀，投标会都自己来了。你们先上去准备一下。哎，等等，我有个事儿得跟你说。你们俩先进去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吭吭唧唧的。哎呦，戒指戴上了，挺听劝呢，值得表扬。戴是戴上，但是婉珍要跟我离婚。那他要是这么说了，肯定就是想好了呗。已经开始走流程，但是我不想离啊。那你早干嘛去了？啊，是我错了，啊，我全都错了，你帮我劝劝他呗。劝不了。你们俩不是闺蜜吗？是啊，是闺蜜，但我们也是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的成熟女性，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两句话就改变自己人生的重大决定的。婉珍这个人，说到做到，我相信肯定给过你机会，只是你没珍惜罢了。我先过去了啊。哎，啊，是的，李秘书。婉珍，哎，看一下，别忘了两点把材料送到会议室去啊。知道，辛苦你了。没事。一共还有十套。婉珍姐，买的这批纸盒放哪儿啊？放那台上吧。如果临街的话，就叫我。我来吧，哎。
姐，咱们那个水放哪儿啊？跟我来。哎，好。婉晨姐，哎，放进水吧。好。这里有一份资料要复印十份。对。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我这不刚开始工作吗？忙得焦头烂额的，没空约你。我觉得这事儿还得当面跟你说。真打算离了？嗯。听于海说的。嗯。今天投标的时候碰见他了，他说他不想离，让我劝劝你，我没答应啊。还是你了解我。那你这是想好了？你要是在我的处境里，你也会这么选择，对吧？应该吧。在你们俩的婚姻里边，出错的是于海，这个后果他也应该承担。我支持你，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。我后天一早搬家，陪我一起啊。搬哪儿啊？就市区的公寓，离这不远。都收拾好了啊？要不要去嘛？那肯定啊。哎，太好了。不过看你状态不错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那个叱咤职场的孟逆晨是不是要回来了？求你别赶我走，就看在孩子的面上。你还好意思提孩子？当初我同意搬走，就是怕咱俩事影响孩子。现在你干这种恶心的事，停一下车，你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？老公，老公，我没影响到孩子呀。我不想再跟你废话了，你现在走不走？你要是不走，我可报警了。你报警就报警，这也是我的家，凭什么让我走？你看你现在人模狗样，你别忘了你怎么混到今天，这个家为什么变成这样了，还不是因为你？你考虑过我跟孩子的脸面吗？当初我让你签离婚协议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签？为了孩子，我已经给你很体面的生活，你就本本分分把孩子带好就行了。你现在干的什么事儿？今天必须滚出去，滚！哎，就是为了那个贱人，你想把我逼走是不是？你就是为了他是不是？别吵了。这里是高档社区，注意素质行吗？有什么事儿找律师聊吧。又是你。哟，贾太太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浩泽妈妈的事情是你捅出去的，你怎么破坏别人家庭？我这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贾太太，你有什么事记得联系我，随时为您服务。这个标啊，种的太及时了啊，让我们新苗呢又回了一口血。妈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主要还是您慧眼如炬，能挑到这么好的项目。蓝海的于总亲自带队，都没有赢过孟安。好，这是大家的功劳啊，还是团队力量大嘛，还有您领导有方啊。也对。大家啊，以后还要精神团结，共同努力啊！加油，加油！今天老板高兴，
请大家喝下午茶。好，请请请请啊！哎，孟恩，快来快来，快坐。张总，啊，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商量什么呀？不用商量，你说了算啊！你是公司的大功臣，现在。您千万别这么说。你嗨，你哥哥，坐坐坐坐。是这样哈。啊。我想跟您请个假。什么时候？下周。几天呢？我想把之前的年假都补齐。那不行，你现在什么时候啊？你还休年假？你这不是，我真的是有急事儿。你得了吧，你不是涨钱是吧？涨，给你涨。涨啊？真涨啊？你这你自己要什么都不确定，你这。那我还是要假吧。那您什么时候能让我休这个假呀？我这不是给了你两个项目吗？第一个完成的非常好，下边的这个你得接着来呀。我交给别人我又不放心，等把这两个项目忙完了，你就踏踏实实的休年假，行不行？我绝不食言。行。你看看，还得是一起创业的老员工啊，这风格就是高。那行，你忙去吧。啊，那我出去了哈。啊。哎，爸，安安，周末回来吃饭呀？你爸给你做了最爱吃的炸带鱼。哦，我一会儿去买个甲鱼给你煲汤补一补啊。我就不了吧。我要加班，叫李林和云杰回去吧。啊，你不回来呀？那他们俩也别回了。几个意思啊？都不让李林他们回家了？嗯，不是，我煲这个甲鱼汤，我是想给你补一补。他们俩不用补。我身体挺好的，不用补啊。好什么呀？你上次回来，不说那什么，什么更年期了吗？没有，就是常见病。你这么说我有点不信。哎呀，真没有妈，就是我40多岁了，身体有点小毛病也是很正常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你把那个病历本发过来我看看。没有病历本，就是公司每年例行的身体检查，真的没事儿。你越这么说我越不踏实。我觉得你有什么事瞒着我，你把那个体检咱不说了，我把体检报告挨页挨页的给你们发过去，行吗？嗯，我看你就是累的，你看上次回来脸都绿了。我怎么能绿呢？要绿也是不是，这谁也不能绿呀。哎呀，咱不说了，我这还上着班呢，好不好？周末我就争取回去。那个甲鱼就不做了啊，我挂了。绿，不能。嗯，走，干啥去？买甲鱼去。这都不回来了，买什么甲鱼啊？先买着，放池子里养着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什么时候给他做。别买了。你去不去？去。等一会儿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快点。哎。装备要齐。马真，哎妈！哎，我刚才来的时候，看见一个车已经出去了，我是不是来晚了？没事儿，又没多少东西。哦，于海呢？公司忙着呢。搬家都不出现吗？你俩现在到哪步了？
正在走流程呢，我先搬出去吧。他该不会是拖着不想离吧？我提这个事儿是和律师商量过的，他现在正融资呢，为了保全股份应该会同意的。男人嘛，事业总是第一位的，这一点我应该向他学习。我来啦。哎，欣啊，姐，哎，你慢点。哎，没事。怎么空着手就来了？瞧不起谁呢？在车上呢。新家在哪儿呢？想看啊？当然。Go， 走，走，走。不是说是新家吗？你这装扮的也太好了吧！其实偶尔也会带孩子过来住一住。那你没邀请过我。儿童房在哪儿呢？那间。我得看看两个孩子是怎么住的。受委屈了？不委屈，会好起来的。我还得谢谢你呢，替我找了一份踏实的工作。哎呀，真不错。还有孟欣，嗯。你最近帮我照顾孩子，所以呢，我才能安心的工作呀。哎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他们都是同学嘛，是吧？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行嘞。我太喜欢你这房子了，这又温馨又舒服的，啊，有一个这样的小地儿。哎，我得跟老贾商量一下，我也要买个公寓，万一跟他吵架了，我有个地方待着。你跟老贾吵架，也只有他躲出去的份儿吧？那我不管，那我也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。哎，你不是在地产公司吗？你帮我物色一下呗。没问题啊。你买那么多房干嘛呀？房子谁嫌多呀？这真金白银买的，搁那儿还能保值呢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贫富差异。人家随随便便买套房，我们这种打工族，举全家之力也就勉强付个首付。房子只是房子，只要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住，那才叫家。说的没错。来来来，切蛋糕，庆祝你的乔迁之喜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开启我的新生活。孟欣都走了，你还杵这干什么呀？我这不想再帮你收拾收拾吗？收拾什么呀？说实话吧，怎么了？我可没有多少时间啊，一会儿要去接孩子。怀孕了。怀孕了？哎，恭喜啊。哎，你跟李林这身体不错呀，说怀就怀了。哎，不是试管啊？你才试管呢，身体好就是身体好，瞧不起谁呢？佩服佩服。那个，哎，把孟欣叫过来呗，咱们再庆祝一下。哎，别，没跟他说，他们都不知道呢。对对对，三个月前不能说。那你这几个月了，预产期什么时候啊？没想要。没想要？为什么呀？你这年龄怀孕不容易，这
这是好事儿啊，怎么就不想要了？好什么呀？打从知道有这个孩子之后，我就一直纠结着。条件不允许呗。你跟李林生活条件不是挺好的吗？那是以前，李林失业了，现在家里就靠我一个人。前段时间要不是父母帮衬着，连房贷都还不起了。不是失业了，可以再找工作。他都找了好几个月了，现在在快递站呢。那李林怎么说？我没告诉他。穆安，这生孩子啊，不是小事儿啊。我现在先不劝你生不生，我先跟你说一说我跟于海的事儿吧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于海离婚吗？因为我没有觉得两个人生活比一个人更好。这些年他一直在外面忙工作，我呢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，一个人带孩子。在这个家里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，这只是你们看到的表象。其实他真正影响到的是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交流，甚至到了形同陌路。可是你跟李林不一样，你们俩感情一直很好，也是一直相互帮衬着。不要因为一时的隐瞒让你们夫妻之间有了隔阂。再说了，他是你丈夫，也是孩子的父亲，他至少是有知情权的。又要去快递站吗？啊，今天我当班啊，也不耽误明天早上回来给英姐做早餐，你早点休息。能不能别去了？夜班太熬人了，哪怕你跟他们说换个白班呢。接货不都是晚上吗？要是白班就得做骑手了，那时间不合适，谁来照顾英姐啊？啊，你放心吧，你赶紧睡吧啊。都没有人给你打电话，叫你去面试吗？你睡觉啊，我走了。你先别走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啊。怀孕了。真怀孕了，我之前就有预感。预感什么呀？我不想要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就是不想要呗。家里这种情况也没法要啊，养一个孩子还都，何况养两个呢。不是老婆，我们可以争取一下。争取什么呀？生二胎吗？你现在失业，然后我在家待产，家里吃什么呀？喝什么呀？这个事情我已经想好了，就这样吧。找个时间去把手术做了。哦。家里的情况是一回事儿，但这毕竟是个大事，我们千万不要草率地做决定，我们再想想。不想想了。再想想，再想想。
往那儿投，从那儿。到。到到到到，好。熊熊睡了，等一下啊，马上。好嘞。好了，您随便玩，您随便看。你不会有别的手机吧？哎呀，我的大宝贝儿，我人都是你的，你想，咱们家的二宝贝还在你的肚子里呢，我怎么可能沾花惹草、偷鸡摸狗呢？不可能。行，那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说。我要买一套公寓。宝贝儿，咱们家这么大的房子，买什么公寓啊？多憋屈，你不合适。我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，静一静。我要有个后路，万一……哎哎，好的爸爸呀！哎呦呦，别哭别哭，宝贝，没有那个万一，我不是那个渣男，不可能没有那个万一。要真有那一天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房子、车子、存款全你的，我净身出户。别给我画饼，你就说同不同意？同意。什么事儿我都同意。那还差不多。我洗澡去了。就。好嘞，嘿，洗澡去了。哒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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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浩文。嘿，来了。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。噔噔。你说。我什么要求你都答应，你不会是心里有鬼吧？我见鬼去喽。见鬼。见什么鬼啊？还是心里有鬼。宝贝儿们，以后我们三个人都要生活在这个房间里了，喜不喜欢这儿啊？喜欢，跟妈妈在一起喜欢。真的啊？当然。可是妈妈，你为什么要和我们一起搬到这个小房子里啊？因为妈妈以后就要工作了，再说了，那么大的房子妈妈负担不起啊。你真的要和爸爸分开吗？离婚，就像 Sarah 家那样。对，你们说对了。可是爸爸明明对我们很好啊。那爸爸以后也会对你们很好啊。妈妈，你是为爸爸只工作不回家才和他离婚的吗？也不是。怎么跟你们说呢？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？就是以前很好，但是慢慢的就不好了。有。等你们长大一点，然后妈妈呢再给你们讲和爸爸的事，好不好？妈妈，你每天都要上班吗？对，跟你们上学一样啊，周一到周五，那你们还要坐校车呢，不许睡懒觉了，不许迟到，听见没有？好。好。可是上班不是爸爸做的事吗？你怎么能这样说呀？妈妈不可以上班吗？很多同学的妈妈也是要上班的呀。是的，妈妈以前的工作呢，就是照顾你们两个小宝贝儿。可是你们现在是二年级的大姑娘了，那妈妈是不是也应该有新的任务了？妈妈，我支持你，我更支持妈妈。哎呀，宝贝儿，太爱你们啦！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宝宝，来，妈妈爱你们。不是，我不都说了吗？今天就是天塌下来的事儿，也别给我打电话嘛。不是于总，是耀辉投资那边的事啊。怎么说？耀辉公司的周总好像对咱们公司不是太感兴趣啊。我知道。周总来了。您的存酒。周总，周漾是吧？你是于海。
蓝海传媒的于海。哦，想起来了，那家传媒公司。我来杯一样的。啊，对不起先生，这是周先生存的酒。是永久陪你细数。